这里，主席，请诸位。诸位有请。好，诸位，陈委你好。早，我想您是学者从政啊，哈，你一直在学校里教书嘛，哈，没错吧？是的。我记得你好像在当学者的时候，就常常哈写文章哈，是，来批评公评会。那今天你上任到今天为止，除了今天丁守中委员、赵立银委员、罗明才委员所提出的这个法案的一个修正以外，你自己有没有主动提出公评会的这些法条的一个修正？是，跟陈委员报告哈，本人上任之后呢，对修法呢是格外的重视，因为本人是研究公民法，数十年的，所以我对同仁们就是说提出一个我们公平三法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任的这个任期内呢，应该要有所这个推进啊。有吗？所谓公平三法、就是，公平三法哪三法？我怎么听？是我跟陈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公平交易法啊，第二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第三个我们这个多层次传销呢要单独。行政院通过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提嘛？前面组织法的部分已经二读通过了啊。那多层次传销管理都是在你任内吗？是，多层次传销管理单独立法的部分，我今天我院会已经通过，我们已经送立法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像类似这种法，你都没有主动提出来呢。那公平法，那为什么都要叫立法院来提出来修法？公平法的部分，你到底是在我跟陈委员报告，公平法的部分，我们是希望整体修。那我们也把草案都已经做好，也做完部会协商了。我想我组织法呢，行政院。诸位，你听我讲哦，组织法其实不是你提的啦。我坦白讲，我个人认为哈，公平会的一个组织法，人家行政院有整个哈组织者前面的一个这个修改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认为这是你的政绩啦。我倒是要问的就是公平法，对公平组织法，公平法我一直认为你至今都从来没有提出哦这个修正我们压制法案哈。那譬如像现在不要所谓压制法水，让假扮下掩盖，你哥哥你观察你有没有在压制法水，让这样的来看你有没有提出来。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丁守中委员提出来，你自己今天提这个，譬如讲布洛格的这个推证不属药法，因为你自己认为这个技术上是有问题的，那你也没有自己通过之后两个月再提作用法。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行政院希望组织改造的组织。那你意思今天就不需要讨论呢、啊？两个月再提作用法。你是什么意思？今天讲这个，不是说今天的不用讨论，而是说整个公平法的修正由我们自己提出来的部分，因为组织法会牵涉到，譬如说名称的变动。主委，你知道这一次是现在就修了公平法。主委，你知道这一届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吗？马上又要再修改。委员会今天是最后一次了，你知道吧？是你还有什么？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提出来修法？啊，你已经上任多久了？是我们去改是同归改呢？你提出来以后，如果这一次没有通过的话，过届就不算了呢。那你下一次你能不能再当主委？你还不知道呢？有没有正常能力还不知道呢？我只是告诉你，任期现在有一年半，我跟你讲，任期汤清泉也是有任期保障啊，啊，他不是在最后不是没有了吗？你以为有任期保障就可以不作为，是不是？给你公平会有这任期保障，是希望你有作为的，而不是让你们没有作为的嘞。啊，认为说我都有任期保障，我没走，你嘛无多话。我们修法上一届的康金钱是也有任期保障的哦，认真。后来有没有做到任期结束？没有嘞，还是被换下来的嘞。你当干嘛转啦？不是啦，你自己都公平法到今天为止，你当学者的时候你怎么去讲？到今天为止你有没有做？今天我们在讲的，像布洛格这种这个法不法，你还自己还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一个处理，还跟人家委员讲出来，你还说技术上是有困难的，啊？那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你现在怎么法？你告诉我一下要怎么法？啊，你现在怎么法？见证者的部分，我们目前是。上会期修法已经通过这个损害赔偿的部分嘛哈、就是、你现在是公平会是建立说在收入范围内裁罚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受有报酬啊，那譬如说我去做一个见证广告，我上电视去做一个见证广告啊，去表达我的经验或者我的意见，那也许他收了3000块5000块啊，那1万块就是在这个范畴内，他要啊？你怎么知道查是他有怎么对价的这种情况？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你怎么去查？我跟你讲，这技术上是有问题的，对价是查不出来的。
人家怎么跟你讲我给他多少钱？每一个案子调查，但你怎么查嘛？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你现在在讲所谓的在收入范围内才华，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吧？这个部分坦白讲，问题对不对？你怎么查嘛？怎么查嘛？请这个，比如说请那今天这个案怎么通过？你到今天为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去执行啊？定这个法有什么用？行政法照好，有没有用？可以了，这个对这个你见证的还是好。我问你啊，所以我再问你啊，你说见证这个对价查不出来，那你还跟人家讲说在收入的范围内要查核法啊，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矛盾吗？对不对？这不是矛盾吗？啊、你家己无得查出来，到底人给伊偌济，你也无法度知啊。啊，你这边讲好也收入的范围内，这是有问题的啦。事实上，每一个我就觉得你这个理想跟实际哦，让你做了以后才知道，学者从政就是这样子啦。我要在这里再问你啦，那我问你啊，我们今天讲鲜奶、奶粉，哦，都已经查了，那现在只有咖啡还没有查。不是没有查，我们已经在查到一半了。那现在查的情况怎么样嘛？因为经济委员会上次要我们在11月6号之前有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正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当中。我卖公上了，刚才吴院长抵立法院供个鸡骂了，已经将近两个礼拜了，有没有？半个月了啦，是，有没有？那你要到十月十几号，等于安尼讨背安尼吼，所谓咖啡的联合这个涨价的行为哈，已经持续一个月以上，一个月以上。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希望公平会是能够积极作为，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你们真的能够去做好，任何一事，包括奶粉、鲜奶，真的今天讲的就是说社会关注的哦。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有没有提出来讲的哦。那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譬如讲我现在在讲，我们四月份我们跟你讲，这个稻谷的价钱，你们也没有真正去查，对不对？哦，咱市委政府伫农民手中无切开心。贸然去宣布我们要调高公粮的一个收购的一个价钱啊，造成米价应声上涨。当时我们就要求公平会要调查特定有内线信息的粮商，是否有不当的囤积。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查？公平会有没有查？啊，有没有查？有没有查嘛？不当的囤积包括购买啦，还有作价哦。有没有查？是我们公民会主要调查的一个目标哈，是联合啊。是，我当时记得你有送给我一份那个名单啊，啊，这些名单我记得都是都会区的这些粮商啊，啊，农业县份的你们都没有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哪里？有内线这个消底的这些粮商，你到底有没有查嘛？有没有查嘛？有既有粮商这个身份，又有这个特定这个敏感身份的这个，是，你到底有没有查嘛？报告，我们全基本上不是只有查都会区的，我们乡镇地区的也有查。没有，那查的结果基本上没有价格，没有嘛，你就没有嘛，我跟你讲就是没有嘛，我曾经跟你讲过了嘛，你也没有嘛，那你在特定的那个你那个查的那个对象，你再一份给我。上一份我看了以后，你没有查嘛？你都查新北市嘛、高雄市嘛？啊，你都没有查嘛？啊？你我们的承办处也讲是嘉义，你七月份嘉义县也有查，你七月份一起到做收成的时辰，那个粮价的波动也很厉害啊！啊，你也没有去查啊？你那个时候，这个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宣布调整。公粮的一个收购价格，造成我们整个这个粮价上涨，啊，又因为要抑制这个粮价输出公粮，啊，等到真的这个我们收购的时候，啊，市场米价又太多，价钱又下跌了，造成我们整个公粮收购提高，农民没有得到实质的那个价格是有波动。我现在再问你一个比较敏感问题，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有粮商主控嘉义地区啊的农会啊收购的价钱比较偏低，
啊，所以他就告了农会了，好，告了农会。那这个现在这个公评会说要介入调查，你知道这回事吗？诸位，你敢怎样去？因为一个是涨嘛，一个是跌嘛，我们就一并不是了解了，一并了解。现在就公评会说要要求三家农会要提出严肃交易凭证，那农会有没有提出来？有没有？有。有提出来哦，那我要在这有没有有吗？哈、哦，没错吧？农会三个农会都有提出来嘛？哈、哦，好，那我要问你哦，请宪政，我要问你哦，这个吸血鬼的这个粮商公平会有没有要求他也要提出原始的一个交易凭证？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你们有没有嘛？调查的细节有没有公平嘛？连这个公平都没有嘛？这已经在法庭上，你们公平会两造双方都应该要提出我们原始的。交易品你有没有提出嘛？有没有嘛？调查的程序基本上都是一樣。有没有就好，不要跟我讲那个程序有没有。你有没有要求粮商要提出原始的一个？当然我们会看调查的有没有来有没有啊？有没有调查的必要性？那有没有嘛？我今天告诉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提有没有去要求部分有没有去要求？我要请我们业务单位来有没有要求业务单位有没有要求？跟我报告，我们的调查程序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不见得会要求原始品。我们所要求不是现在已经要求了，现在要求农会提出来了，所以农会交给你们原始凭证了。那现在粮商你有没有要求？我们是要求提供能够证明他收购价格的资料。这个原始凭证都要你主要要公平的话，你应该两边都要要求。哦，到底是不是农会真的是人家在收900，你收880、850？所以这个都拿出来，是不是你真的自己讲到说你是九，你这个你没有说比这个880还要低的，你拿出来啊，你拿出来。好，请常委好不好？所以我的意思，你公平会，谢谢我今天在这里执行你哦，好哦，我做会议记录的哦。好，谢谢。哦，我们还是会后续还会追查你，到底有没有公平的在追查哦，两造双方农会跟粮商的原始这个交易凭证哦，你们要去查的哦。谢谢。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几月几号？十月几号？啊？10月24号哦。24号，好不好？对。好，我们是希望这个你们真的粮价好 ，OK， 好。我们发现现在有粮价有几这个哈、啊，这个米价一直在上涨哦。有没有人在联合垄断？好。哦，我也在这里也要拜托你哦。好好好，进来喝茶。查清楚，查清楚 ，OK， 好不好？好，谢谢。